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销售。哎，原来灾区有这么多碎片，还有酒，还有画，还有照相。还是说在这个是要在商店买的？我去一下商店。好了，我去一下商店，看看商店有卖什么。哦，发现小孩子就可以跟他拿东西。有宝藏地图。哇！所有啤酒位置。宝箱、白教堂区、插画、压花，但是 Helix 的东西还是要自己找就对了。那我先用宝箱好了，宝箱。枪械，披肩，对，我之前有拿到一个披肩，它增加我的潜行能力。有些东西是只能用做的。哦，我先换这个。升级它会不会叫我要三等？试试看。好，好像没有问题，还是一样是两等。升级预览，快速射击命中率。好啊，升啊。哦，有些武器是要……诶，我这是剑杖诶。植物好弱。致命值却比较高，敌人比较弱。啊，反正我先把我的基础武器做升级，这样。它其实还有一种武器，这个弯刀。我弯刀怎么就比致命值整个就很高欸？资料会有新的，什么时候？还有所谓的进度记录是什么？征服行动，哦，
现在应该就是我所有可以打的目标。圣殿骑士的阴谋，已经看过啦，已经看过啦。这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反正之后遇到他就会知道了。那专精什么？哦，可以这样子哦，所以钻进之后那个就会变很强。好哦，等一下，对，没事，这要护士那个教学。I'm sorry, there's nothing to your liking.看完资料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们白教堂区剩下哦，这两个是我买光碟的时候里面附的。白教堂区剩下这里就可以解决了。就这周有够混乱，最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收集这些箱子。因为打得赢欸，两个蓝兵的话。车去好了，刺客 GTA。 Pina到了，马上就已经引起注意了，杀掉。用炸药箱杀死目标。哈洛德·德瑞克优势完成的话就会获得额外的策略，就是用炸药箱炸药的货物箱杀死目标。炸药箱在哪里？这个吗？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看看会不会走过来，瞄准这个。We want this to come into the Plighter's hands without harm. No mishaps.不走过来，那我瞄准这个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样是瞄到他本人。哈哈，轻松欸，这也太轻松了吧。
Focusing on dude is grabbing some jelly.